请支持二号吴益正。请支持二号吴益正。各位好朋友，大家好。请支持二号吴益正。我们应该是会兄会弟。请支持二号吴益正。我是说的基金会员。请支持二号吴益正。这个礼拜六就要投票。请支持二号吴益正。一年交给2000亿哦，可是我们都收不到，地方都收不到税哦，所以我们的很多建设都很辛苦，我们财政负担的建设。今天哦，到好事多来哈，其实大家都还好。其实我们能够来当会员哦，都算高雄人比较幸福的人。我到高雄县了、啊。大家好、哦、那种生活，谢谢大家，谢谢。到了高雄县、哦、那个真的是两个世界啊。菜市场、哦、我们高雄的菜市场冈山啊凤山啊盖菜市场，还要卖菜的卖鱼的卖肉的，欧一上欧巴上、哦、还要出几十万才能盖一个菜市场、哦、啊，所以说我们整个城乡差距、哦，我们不是南北差距而已哦，高雄市高雄县也很辛苦。之前韩市长做得不错的路平水沟通哈、哦，但是我告诉你大家，大家预算只有一半。虽然高雄市有进步，可是高雄县哦，你去骑摩托车看看哦，那个是另外一个世界。所以高雄县是合并以后更辛苦。那所以说我们要解决的一个市长，要有能力看到问题的结构，啊，有专业，然后有态度。他也对民主政治更了解，然后跟不同政党的人能够沟通，才能够解决修改对高雄完全不利的统筹分配管20年不改了哦。不好意思讲哦，高雄市立法委员都有职责把这个统筹分配改成高雄。我们不是要跟台北市要钱，也不是跟中央要钱，钱都是我们税金缴的，而是我们需要合理的分配。想想看，大家都知道一个公司当然要有业务奖金要合理，大家才会去拼业绩。我们现在制度跟共产主义一样，不管你赚多少钱，就还是跟我们这些钱哦。所以高雄市，我们再认真，一个工业区不够，在10个工业区，大家都被我们以为高雄人没读书，以为没有知识。全部中油总部在这里，中钢也在这里，台塑也在这里，台水所有的税金还是缴到中央去哦。不管它的总部有没有在这里，这个就是我们高雄长期以来为什么我们的负债会全国第一。当然市长的操守能力很重要，可是结构更重要哦。这个结构如果不改哦，高雄市我们市民再认真再缴更多税都没有办法留在我们地方哦，这个是最不合理。我主张应该跟德国一样哦，要一个分税制，我们赚多少钱我们分该留的留，该给中央的也中央，这样我们地方也有钱，中央也有钱哦。这个才是一个长久永安之啊。我们都有读书，我们读书我不一定是博士，我不一定写论文，那个都不是重要，重要要知道事实的道理哦。那这个才是最重要。
那我们的政治大家都不用按照专业，所以不讲专业就政党恶斗，这个造成大家台湾的政治就是大家都不讲理不讲专业，造成我们家乱七八糟。所以说要找一个不管是民意代表也好，特别是市长，如果他人不够专业或者不懂尊重专业，也不懂政治，也跟不同政党要怎么沟通，如果欠缺这样的民主概念，你很难去完成我们高雄的问题。当然很不好意思哈，民进党也真的是比较阿爸哈，这是我个人评论啦，有意见你可以针对我，因为我在政治28年，在立法院10年，在地方18年，各种政党各种政治人物我都从年轻看到到现在。苏贞昌第一次在屏东选省议员，我就在下面听他演讲。谢长廷、陈水扁第一次选台北市长，我就在台北读书日新国小就看他们演讲。我从年轻就看他们这样一路走来，看他们曾经有很多的理想，看到很多的公平正义，可是当执政的时候拍谁灵魂马上就出卖了。所以说我们的民主政治走了20几年，我希望我们大家能够回到原点，找一个正常的人，尊重专业的人，有受过教育，每个人都有受教育，什么受教养不是都有读书啊，可是哦，那个操守好像都变成入了江湖，好像污染是正常的哦。一生走这个政治28年，看过各种政党的不好的事情，但是我们还是能够坚持我们的操守，我们的专业，我们对不同政党的尊重，我们这样一路走来，高雄曾经在陈局前2届有光荣的高雄，因为我们做那时候的陈局市长，对不同政党对公务人也都很尊重，所以高雄有那几年的光荣的时代。但是第3届因为他们政党的内斗，他自己到台北去，就留下这边，造成我们很多抗争事件。高雄就是那4年，从2015年到2018年整个都拉下来了。那所以说我们请大家重新思考，找一个正常，找一个专业，找一个不同尊重不同政党的人，才能改善我们台湾的政治文化。所以说现在也不是选党，也不是选人，是在选政策。如果一个候选人选前都提不出政策，也不愿意对这些政策跟人民互相沟通互相讨论，你认为他当选他会理你吗？台湾已经民主社会走了20几年了，这样的基本的民主素养在台湾没办法生根，没办法落实，这些源头政治人物要负最大的责任，但是我们市民也要负一部分的责任。我们在选买东西到好事多，你不管是买果菜鸡、买维他命，你也会比较啊，你也会 Google 啊。可是你选一个市长，坦白讲，对那一党不爽就投给那一党，那一党做不好就投给那一党，也没有说他问他没有准备好。那我们也当然，政治人物也没有好好准备，让我们市民有好的产品。我要跟大家报告，高雄今年有一个好产品。2号吴益政，赶紧操作，赶紧拍谁了？啊，这事实就是如此啊！我们对公共政策、对高雄的了解、对不同政党的尊重，我们已经做了18年的示范，怎么样专业忠诚的反对党？怎么刚好的政治，只要愿意做，我们都不分党派。我环保问题，我都跟民进党的张宏腾合作。现在环保问题，我跟时代力量林云凯，我们自然就会在一起。其实政策才是高雄，才是我们政策的核心。不是哪一个政党，不是哪一个人，所以说最重要的是高雄人，我们都这么成熟，我们高雄人自己来翻转，不要让政党来操纵，我们自己做主人，自己判断哪一个能够尊重专业，哪一个可以跟不同党派尊重一个民主的价值，而且身体力行，那个前提当然操守要正常。请大家高雄有难得这样的机会，我们好好珍惜这一次的选举，让这一次礼拜六的补选让高雄人看到，让台湾人看到，让全世界看到，我们高雄人第一次会以政策来决定我们的投票，不是由政党，也不是一个人学历好不好，学历当我最好，但是你不是因为学历投给我，是因为我的政策，不是因为是哪个政党你投给我，是因为我们的政策能够解决我们高雄的问题，那个才是一个公民社会应该有的一个公民文化。请大家我们一起来，大家都是好事多的会员，好事多带来的不是一个美国的一个文化而已，我觉得那个是一个效率尊重，大家愿意来提个美国有好的有不好的，把好的学起来，把不好的也不要跟着人家学。我觉得我们是有一个自主性，我们是有多有自由的灵魂，我们有独立的判断能力，我们知道我们的自己的主体性，我们的缺点我们的优点我们自己知道，
我们来面对我们的问题，这个才是一个公民社会。我们希望这次选举大家能够把这样的精神落实到这次的选举，祝福大家，祝大家身体健康平安，谢谢。各位市民朋友们大家好，那个我是民众党不分区立委张齐禄，在这边好，其实要向各位市民朋友们报告一下，其实这一次的市长选举8月15号马上就要到来了。其实在这个过程中，其实我们知道高雄市民马上要面临在这一年中就已经有第3次的这个选举了。其实在这样子一个选举的过程中，请问我们高雄市民是不是真的认真思考一下，其实在整个我们高雄市这20-30年来，到底我们碰到了哪些事情？我们有到底在整个公共政策上，我们在整个市政的建设上，到底我们看到哪些事情？其实非常可悲的是，其实这20-30年来，我们在很多很多的指标上，其实如果真的我们市民朋友们愿意去观察一下，其实高雄市虽然是属于的6都，但是为什么我们上一次韩国瑜市长他在选举的时候只抛出了一个北漂的课题，大家就觉得说好像这非常的心有戚戚焉，觉得是一个感动，然后呢就把票投给他。这是一个确实发生的事情。高雄市民其实在这么多的我们在地的子弟，到底是不是真的都有很好的工作机会留在高雄？其实我们问问我们自己，我们就知道。我过去在中山大学教书，其实在我们的很多很多我们中山大学的学生，其实我们每一年都会做所谓的毕业生的调查，中山大学的学子到底有多少能够留在高雄？跟大家报告一个数据，真的非常非常的少，其实连1/3都没有。我们的子弟基本上都是要北漂，哦，都是要到别的城市去工作。那这就是我们的真实的问题，哦，这就是我们真实的问题。但是这么多年来了，不管是蓝的、绿的执政，甚至说当时这个北漂课题是韩国瑜市长丢出来的，可是我们也要问他当了市长，这些解决了没有？其实我们都没有看到。那我们不禁也要问一下，其实在绿军就是民进党执政高雄更久，在高雄市有20多年，在如果高雄县甚至到了30年，可是我们也要问，如果说执政了那么久，那为什么当时又那么容易就被翻转？但是我们看到为什么那么容易被翻转，原因很简单，就是我们市民还是有很多的问题不能解决。前一阵子我们吴益政市长候选人提出了一个课题，其实中央还欠我们818亿，还欠我们818亿，但是这件事情并不是吴益政提出来的，这个是在当时陈菊担任市长的时候，在我们高雄县市合并的时候，这是民进党执政的时候他们自己就发现的，然后他们自己就提出来的。可是我们也要问，818亿，现在陈菊都已经高升总统府秘书长，高升行监察院院长了，现在问题是有看到吗？还有我们在地所有的立法委员、区域的立法委员全部都是民进党党籍的，当时也陪同的当时的陈菊市长向中央要求说我们要有88亿还来，可是我们有看到还来了吗？通通没有。所以各位市民朋友们，8月15号即将要马上举行市长的补选，你真的有把握觉得说选完之后高雄会有改变吗？如果说你没有选对人，我可以跟你保证高雄还是一样，高雄还是会一样。所以这就是真正我们今天碰到的大的问题。所以市民朋友们，其实我们知道大家的生活都很辛苦，其实这20-30年来，也许高雄你看到了很多很多的硬题，但是我们要问，硬题有了，你真的有生活过得更好吗？你的日子过得有更好吗？认真想一下，认真想一下。其实如果8月15号有这样的一个机会，不是给吴益政一个机会，而是给我们自己一个新的尝试，我们试试看，哦，我们真的试试看蓝绿以外是不是有这个机会，是不是有这个可能性，哦，让我们一个深耕在地18年，
其实问一下，从大家只要真的回去再查一下，到底这个次选举中有谁真正提出了总体的政见，有谁提出对高雄市的总体的破化，你会发现只有我们吴怡正这边提出了整个对高雄市的这个想法，对高雄市的破化。他18年来他已经在做了很多很多的准备了，而不是说只是一个空泛的一个口号，也不是一个只是在政见上，到目前我们也不知道到底提出了一些什么的只告诉我们也许海水可以冲马桶这样子的一个想法。所以我们真的要思考一下，如果有可能真的大家不用再去看别的事情了，只要回到吴怡正的市政上来瞧瞧他到底做为我们规划了什么事，我想你就会知道吴怡正真的是我们唯一的选择。8月15号时间不长了，这是给我们自己一个真的全新的机会，给高雄市一个机会让我们做一个再一次让高雄成为一个更伟大的城市，让市民们做一个最好的选择。请8月15号还是一样支持我们2号吴怡正，支持我们2号吴怡正，谢谢大家，谢谢谢谢。恳请大家支持2号吴怡正，2号吴怡正，谢谢大家，谢谢，谢谢。各位市民朋友大家好，我是市长登记第2号吴怡正，我要跟大家报告分享我跟着小孩每个同学都是4个到6个兄弟姐妹我们那时候练公幼也不用抽签了，可是为什么我们现在小孩子只有1-2位，我们必须要抽签？因为我们整个财政税收化的完全有忽来忽闪，我们赚的钱全部都缴到中央去，我们一年像考试中就算总公司在，我不晓得总公司在高雄还台北，第一家是在这里的就算他总公司在高雄，我们缴的营业税所得税全部还是缴中央，122年都不吃不喝，要122年才能还清这个就是整个财政税收对高雄绝对的不公平、不正义。可是我们的立法委员、我们的行政首长、我们的行政院却不愿面对这个问题。不管谁在立法院、谁在总统府、谁在行政权，不管谁有没有完全执政，都不愿意对高雄的问题提出解决方案。我觉得我们高雄的立法委员要最大的责任，执政的现在的执政的民进党、过去的国民党都要为高雄负责任，但最重要是我们高雄人自己要觉醒。如果我们不再主张我们的权益，我们的税金缴的给中央拿走，却不应该该给我们的不给我们，这样的话高雄负债只会更增加，经济会更拖垮，年轻人一直出走，我们高雄真的是很辛苦，大家要觉醒。所以说当然这是中央的职权，但是一个市长如果连这个职都搞不清楚，你怎么去拼经济？你怎么解决我们的空污的问题？解决我们产业结构的问题？所以请大家这一次8月15拜让拜托大家啊，不是跟政党也是看人，是看政策，而一个人有法度提出改革这样的办法的政策，那个候选人才是我们要投的，才是符合高雄人的利益。
要从高雄的角度在自己为自己投票，不是做政党的奴才，政党是在为我们服务，所有的政党都是在提出好的政策，提出好的人才，为我们解决问题，而不是政党提什么我们就支持哦。请大家这一次觉醒，为自己投票，当城市的主人。大家来这边都是所谓的，在这个社会里面都是所谓的中产阶级以上，比较有判断力，请大家能够带领我们高雄在这次的选举，为我们自己用政策建立一个公民社会哦，从高雄做起，难得有这个补选，我们就好好示范一次高雄的水准，不是随政党而摇摆，我们自己有个主见，我们要告诉每一个政党，你必须要了解高雄的问题，必须要我们解决问题。委员辛苦了，一张选票都不要给他，这请大家，这样的话，政治人物、政党才会更谦虚，才会更认真，来听取我们人民的需要。请大家掌握这一票，做自己的主人。谢谢。小心，小心摩托车。
证，请支持二号无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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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证。请支持二号无异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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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支持二号无异症。Oh.
这里。市长加油，我们帮你写文案，就尤其那个昨天那个，我们帮你写很多文案，然后很多人转，然后爱素人的那个环保团体都在支持，大家在加油，我们现在努力的帮你写，帮你转了，加油加油。请支持二号吴益正。
好朋友吴一正，我们高雄自己缺钱，还要去跟中央申请，等我们赚钱给中央，可是我们碰到我们自己的问题，自己还不够用哦。就说虽然上次韩市长很认真做路评，我要跟大家报告，按照我们现在财政税收，高雄市能够做好就已经不容易。不要说原来的高雄县，如果这是大家有碰到高雄县，那个马路跟以前是一模一样的，城乡差距越来越扩大。不止我们高雄市的贫富差距，县市合并的差距也是更大，这些都是因为财政税收划分不公平。那请大家，我们要找一个懂财政、懂专业，那对于政治也能够尊重、会懂会懂，能够有能力沟通，这是因为我们坚持才能解决高雄的财政问题。高雄这个财政划分不解决啊，高雄再多的工业区还是一样空气更不好，但是我们税收一样还是挺高。所以说年轻人一直往北漂、往外漂，没办法留在我们高雄，这个就是我们财政最重要、最重要的问题。照理讲啊，谁执政、谁在立法院过半数，要帮我们解决问题。可是过去，关系这么两，你怎么去解啊？这边都马二、金砖马二，他们该帮助我们的问题，所以可能吧。拜托嘞，好，找一个专业，哦，啊，找一个理性的哦，爱沟通的。来解决咱个人问题，这个我们财政政策好解决哦。因为呐，它的差生意都无好做，是无做人了。我自己帮咱建设，咱的囡仔，我过去哦，咱的囡仔来读书哦，公幼免读啊。即卖公幼生一个尔，生两个也得要读哦。这个是咱台是财政的问题哦，财政的问题啊，无财政税收的办法也无改哦。高雄人佫较认真，佫较拍拼哦。高雄不管。还是原地踏步，甚至于向后走，这个就是一个负责任、有能力的市长应该要担任的。我请大家这一次不要看政党，也不要看人，要看政策，谁能解决高雄的问题，才能解决我们高雄的财政的困乏。我们的负债3300亿，哎，谢谢吴医生，哎，请大家，我们这次做自己的主人哦。用我们自己的判断力，我们到好人士多，要买维他命，要买水果机，要买饮料，也都会分辨哪一个 CP 值高哦。可是我们在选市长哦，都是抖爽的，哪边对哪边不爽就投给另外一个，哪一个不爽再投给那一个，转来转去，却没有对每一个市长候选人的政策政见好好去看，他过去的信用好不好？有没有提出政见？有没有按照他的政策在执行？如果我们对市长候选人的选择不够认真，那不好意思，受惩罚的是我们自己，是我们的小孩，是我们的家庭。请大家投市长，就像到好市多一样买东西，很认真的比较，看他 CP 值高不高，价格合不合理，品质好不好。选市长也是一样，更要比到好市多买东西要更认真。因为他决定我们把税收交给他，他管我们，法律他在定，行政权在他手上，我们的碰到的问题都他来解决。如果你选一个没有认真思考，没有知道他的能力，也不想要政策，你投给他，受苦都是我们自己，请我自己当主人，自己把这个城市的权利拿回来。那这个是选举的时候要更认真，请大家谢谢。所以说这两天要投票，不是选人，也不是选党，是选政策，看他有没有提出对的政策，看他过去的政见有没有履行，信用好不好，政治的信用好不好，来决定你这张选票。这个才是我们高雄人的价值哈。我们高雄人懂判断，懂理性，敢翻盘。如果不认真，你就翻下来。这个就是高雄人的智慧哈。不要让看着看我们的笑话，
整个都说要把总部迁来高雄，可是我们税收制度呢，不管是台塑、中油、中钢都在这里，可是营业税像好事队一样，税收是中央缴走，我们地方连个幼稚园都要抽签，我们税收比以前多，为什么能说我们以前四个小孩、六个小孩也不用抽签，现在只有一个小孩、两个小孩，为什么要抽签？少子化还要抽签，这就是整个财政的负担结构不合理。当然，一个市长的能力、一个操守是最重要的，可是财政结构如果不修改，谁来当市长？中央谁来执政？受苦的都是我们高雄人。都在政府节目，敢跟我们东山头讲些没代志哦。那立法委员也没有认真在思考这个问题，所以请大家在利用这次的选举，告诉不同政党，请你提出改革高雄的财政问题，请你改革高雄的经济问题，请你解决我们整个年轻人北漂的问题。这些如果他们没有提出具体，一票都不要给他，否则受苦的是我们自己。请大家这次睁大眼睛，好好看看大家的政见，看看我们过去的政治上的信用，过去的政见有没有被履行，这次的方法是不是真的能够解决我们高雄的问题？请大家做好比较，再投下你这一票，不要当政党的奴才，或者政党政治人物把我们人民哦当作真的是哦没有看见的，像甚至像立法院一样。我告诉大家，立法委员是我们选出来的。我告诉你，你碰到问题，你找立法委员，看哪一个立法委员，你会回应你的问题。只有财团，还不是财团，还要有送钱，他才会当作一回事，帮你修法。现在政党跟立法院已经不再是人民了。希望大家这一次利用这个选举，告诉所有的政党，不是信仰政党，也不是哪一个学历好不好的问题，是哪一个有办法提出好的政策解决我们的问题。这个才是一个理性的一个公民。请大家在这次选票告诉全国所有的政党、所有政治人物，你不认真、你不努力，你一票都不给你；你不解决我们高雄的问题，我一票都不给你。这样才有城市，才会当我们才能当城市的主人。安息下协助了哦，政见是在实践起，因为立秀不是起义完的立秀，是我们市民的理想哦。市民有什么问题，有什么想象，都应该是政府来协助成就，而不是政不是市长爱怎么样就怎么样。请大家哈，这个的主人啦，这个选举拜托大家，这个的主人不是拜托你等候我啦，拜托你家己判断啦，你来家己要判断有理想选出来市长，我较赞成啦。希望大家哈，拜托大家，啊，无凊彩投，我快乐袂爽就等伊嘞，快乐袂爽就等伊嘞哦。安尼叫人是艰苦，是咱家己哈。拜托大家，谢谢。谢谢啊。
32号吴益正。